想咧，我徐凤老师讲一个男人做背锅，来先摸波波头，就是阿辉吼，阿辉啊，他相关你可能带你做不？来做这个那个细节，他欠的所在，就做那个当时对面的许多的好朋友，要不你今天就播那个舞台前的兄妹看看这里，就是你徐老师的儿子徐波徐刚吼，来节目一开始安排的强棒出击。来，我的漂亮宝贝，我的甜心，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叫《当甜心》，来给我们欣赏。哇，谢谢高姐，谢谢白高姐，唱的甜心，谢谢。